600多位信众组成史上最大进香团，前进马祖南竿和北竿地区，桃园龙德公司妈祖展开3天出巡绕境行程，一路绕境人潮绵延数百公尺，场面相当盛大。今天天气作美，天气非常的温和，也非常的凉意，我觉得说走起来非常的一个舒适，感觉神明都有在保佑，我们一起为国家祈福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再拜，三拜。龙德宫3天走遍南北竿各村，在地宫庙都以最高规格迎接。尤其此次绕境行程总计25公里，除了要克服食宿问题，马祖地形陡峭，徒步难行，对绕境队伍的毅力和耐力更是一大考验。凭借着四马祖的庇佑，信众的热血与热心，让绕境祈福之路平安顺遂。给我们地方祈福求平安，非常的盛大庄严，那我们地方呢也非常热烈的欢迎我们此次的龙德宫莅临我们北竿乡还有南竿乡这边来给我们做巡安祈福的一个绕境的一个大活动。成功完成四马祖徒步绕境离岛的愿望，绕境队伍不只深刻感受在地信众的热忱，并在沿途体会马祖美景和人文风情。桃园龙德宫明年还将前进金门，完成离岛绕境3部曲的巡香壮举。生活中心综合报道。